小叮当不爱回家吃饭，宁愿在稻岸公园捉迷藏，看明月光低头不思故乡，宁愿看漫画不听妈妈的评弹。孩子们只会贪玩，父母都只会期望，为什么天南地北不能互相体谅？蟋蟀也知道了，有什么东西好说？刷微博，刷微博，好像过去牵着手去上学堂。天堂，天哦哦，孩子不再生。